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什么？你说的对，我没有好好珍惜你，也没有好好珍惜科学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一直都想联系你。 还有呢？还有，我今天表现得不如意。我看你那么痛苦做决定的样子，我知道昨天是我太着急了，我不该逼着你。当初的事也是一样，如果要说错的话，那就是错在。 我太任性的逼着你和我回去，我早该明白，人嘛，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打算，都有选择的权利，而不是简单的归纳为爱或是不够爱，是我太幼稚了。所以这一次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，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，不要让自己后悔了。 好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我现在知道，你回来了。 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饿了，咱们走吧。